真的恢复正常了。哎呀，又感慨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咱们家和国家呀都挺好的啊。哎，韩阳。哎呀。哎，韩阳。伯母。哎，家里有考生啊。别提了，我们忘了今天高考，结果呀坐车就走到那儿的时候就封路了，这不我们准备走回去了。你怎么呢？家里有考生啊？ 我没有，我辅导了一个考生，今年参考。哦，你辅导了呀，这没错。是，那也不一定。 没什么，是吗？啊，你伯母啊，就好下操心。想干嘛？我当然是关心你。你考得好，我也会为你高兴。看你精神挺好的，你放心了，你好好考。 我考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。放开！大街上，像什么样子？放开！干嘛？ 我就不能交一个正常点的异性朋友吗？跟他讲道理，咋怎么就听不懂呢？跟着我你也不说话，你也是男人，你应该懂雷雷吧？雷雷对你有感情。 我跟你说正经的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来考场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这么说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。
雷雷说根本就没让你来，是你自己来的。他帮过我这么多，我关心他有什么错？行了，找机会我和雷雷谈。你回去吧，要不然你爸妈该担心了。啊。干嘛呀你？啊？你明天不参加考试了？你妈四处找你都快急疯了。不是你说过，考试之前要好好休息，好好放松。哥们儿，我正好好放松。你中邪了吧你？啊？是不是又看见叶青了？说断，说不再见面了，偷摸溜学校来看我考试，哎，眼泪汪汪，这明明心里有我。这丫头啊，别给我转文行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要真喜欢人家，你就别追那么紧，追女孩讲究什么？欲擒故纵。你得有点手腕，像你似的，啊，成天直了吧唧的，对姑娘那么粗野，谁见你不好呢？去他娘的手腕！你有手腕？啊？那你腕一下。张俊有手腕，整个一流氓。我他娘的就这样。我喜欢他，我就追。他喜不喜欢我，我不管。跟你这粗人没法说话，你呀，早晚得栽这山了，你信吗？走吧，回去吧，明天还考试呢。你怎么跟我妈一样？我睡了。听听昨天跟我在那讲没文凭的男孩怎么怎么着的，我当时没多想，我现在才想明白了，原来他是说那小流氓啊。这种小流氓是得好好管教管教。他一个社会青年怎么管呀？他户口在哪儿？他有父母吧？不行，找派出所。哎呀，事情要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就好办了。什么意思？啊！你别嚷啊，青青还没睡呢。你看看这个，三九八的时候那孩子送给青青的，他整天带着，带着到学校，又带着到家里。怎么可能呢？我女儿怎么那么傻，能看上一个小流氓？你多虑了，多虑了。你对孩子的了解有多少啊？三九八，那么恶劣的环境，青儿吃了那么多苦，还那么单纯健康，他怎么可能？那是表面现象，青青懂事儿，他心里有什么难过的事儿，他不告诉你。我跟你说吧，三九八的时候，青青那么小啊，
好多人就骂他破鞋，往他身上泼脏水。那孩子为他打架打得头破血流的。晶晶很感激他，对他有好感，我理解。可我没有想到，今天下午你也看见了，晶晶跟那孩子在一起，跟变了个人似的。晶晶太单纯，她没谈过男朋友，我就怕她那种感情，她自己也分不清楚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为什么瞒着我？我以为回城了，晶晶上了大学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我哪想到那小流氓死皮赖脸的缠着她呀！干什么去？干嘛去啊？我去跟青儿谈谈。怎么谈啊？你这样他能跟你说心里话吗？那就眼睁睁的看着女儿往火坑里跳。哎呦，你别这么激动，我这不是也在想办法吗？哎呦，你行不行？等你考完试，咱们一家三口到外面去搓一顿去，啊！我就这么点看书的时间，您说您唠叨的。妈，您要是不放心的话，您跟我一块考试。放心？我干嘛不放心啊？我儿子干什么我都放心。哎，儿子，准考证带了吗？你儿子能干那么傻的事吗？啊？爷，吃完了再看吧。青儿，今天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没事的话，陪我去趟医院，我这腰啊
有点不太舒服。老毛病又犯了。嗯。那我们吃完饭赶紧去吧，去晚了挂不上号。好。哥们儿数学就没怎么学，就考试之前请一家教，突击一个月，神吧？神，挺神经的。哎，你数学考多少分啊？管我，反正我进分数线了。出来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哎，不知道是我可是查过啊，你也就考了30多分，是不是选择题全选 B 啊？呀，你怎么知道这样的？哎，我懂这套路啊。是三十还是三？哎，雷子，雷子，不是让你们下午再来吗？啊，中午怎么就跑来了？下午还最后一门呢。哎，你不知道？什么情况啊你？他非要拽着我们来，我们算什么裴君子啊？哎，考怎么样？那是，我告诉你，考最后一题的时候，哥们儿灵感大发啊！可是监考官说还剩1分钟，给哥们儿气的，哎呦！我1分钟我写了100多个字，龙飞凤舞。不过我怀疑最后我也不认得我写的吧。那你小子白写了吗？怎么能白写呢？那么大一段，怎么也得给点印象分。哎，你得了吧。去年我们考场有一考生，那作文也差几分钟，哎呦，我给哥们儿急的呀！结果啊，龙飞凤舞写了1万字，1万字啊，最后才给20分，写多了不在点上，没用。谁让他来了啊？诚心是不是？你怕让我来看你的？你以为谁爱理你啊？讨厌！哎，你滚蛋吧，真的滚蛋，好吗？我跟这儿吹一上午西北风来找你骂的呀，这不是好歹。嗯，啥都生气。雷雷，能找你谈谈吗？谈吧。你看这儿挺乱的，咱们能不能换个地方？随便，无所谓。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？我们都跟这儿呢，我们是见证人呢。就是啊。其实你也知道我想跟你谈什么事儿。我不知道。那我就告诉你，希望你呢以后不要去找青青，他现在是大学生，跟你不一样。大学有规定，学生不允许谈恋爱，你老去找他，对他影响非常不好，你知道吗？
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，明白吗？谢谢了啊。韩老师，大学是学的西医吗？伯父，您以后叫我韩阳吧，您叫我老师我听着别扭。好，我是单位保送上的大学，其实在农场的时候我和一个老中医学过一段时间，考学之前我特别想考中医，可那个时候中医院没有名额，现在想想都觉得挺遗憾的。有的时候我特别想把古今中外所有关于中医方面的书籍都读一遍，我觉得肯定特长见识。多少年我都没见过像你这么好学的年轻人了。爸，我不好学。你比韩阳差远了，韩阳这几句话一说呀就透着书卷气，将来啊肯定有大建树。哎，小韩，哎，什么时候去我家吧？我家里医学书很多，有些书啊，图书馆借不到。伯父，那我太不好意思了。韩老师，你可不知道，我爸从来不让人碰他那些书的，连我都不能看。爸，你太偏心眼了。不是不让你碰，是看你啊，压根儿就没那个诚心，碰也瞎碰。像韩阳这样求知若渴的年轻人，那书给他看啊也是书的荣幸。哎，韩老师，我爸明年开始就可以带学生了，要不你跟我爸学，来个中西结合多好。伯父，您明年真的带吗？不行啊，我老了，像韩阳这样的学生啊得大教授带。不，伯父，您是咱们省里最有名的中医，如果真能跟您学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哎，那女的漂亮吗？每个男的都愿意往她身上扑啊。漂亮，好像比你漂亮。漂亮个屁！我第一眼见到她就知道她不是个好东西。那三九八说明就不好，你都疯不起了。你现在说翻脸就翻脸。都他妈给我闭嘴！哎，跟我们穷吼什么？我们没摔你东西伤你心。哎，你疯了！莎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叶青他妈敢那么对你，肯定是叶青指使的。你不要再理那女人了，好不好？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？成天你受老娘们窝囊气，你还像个男人吗？哥几个替你丢人。别看我像话，滚！给我滚！
你是大警种。咱们说什么？你是大警种。是吧？谁呀、啊？今天多亏韩阳，今天看病人特多，还是他帮我们挂的号呢。韩阳这孩子，是我这几年遇到的最踏实、最厚道的男孩子。哎呀，这十年文化大革命啊，这学校教育不定荒成什么样子。看到韩阳，我这心里就不那么悲观了。无论什么时代啊，总会有优秀的年轻人出现。妈。爸一见到韩阳就夸个不停，这韩阳哪有那么好啊？先不说这些了啊，青青啊，明天你去你姥姥家了啊。为什么？放假了，你姥姥老来信说想你想你的，你上她那儿住一阵看看她啊。那也不用那么着急吧。哎，怎么说风就是雨的？她姥姥病了吗？别再招什么事儿。他妈怎么去了呢？大家都说是叶青让他妈去的。蕾蕾可真笨，怎么看上那种女人？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，我是怕伤了他的自尊，才没把这事儿告诉他爸爸。他爸要是知道了，还不打断他的腿？哎，阿姨，这事儿可不能全怪蕾蕾。那女的多成熟，多有经验呀。
定是他勾引蕾蕾。啊，现在看事儿闹大了，怕影响自个儿，就想甩了咱蕾蕾。我都咽不下这口气。这小混蛋，在哪儿呢？这下午还考试呢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雷蛋，快点啊！下午还考试呢。赶紧着啊，走吧。嗯。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，知道吗？你让你妈找的我。你下午还要考试呢，去考试吧，别耽误了。事情不谈清楚，我没法考试。考试要紧，你先去考。有什么话，等你考完我们再说。好吗？你怎么那么虚伪啊？你说好就好，说断就断，啊？哎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还找到家门口了？赶紧走开啊！要不我叫警察。妈，我跟蕾蕾谈谈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你看他那样，你跟他谈，我怎么放心啊？蕾蕾脾气不好，你们要是在这跟他吵，他发作起来更是事儿。回去吧，你们。你回去吧，我跟他谈。不用，他又不是流氓，能讲道理的。你放心，谈完我就回家。回去吧，你们，回去，走吧。朱阿姨，走啊！不说谈谈吗？是啊。你要说什么？赶紧的，考试快来不及了。快说。你就在我考好考看。我关心你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其实你喜欢我，对吗？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你妈说的那种流氓地痞。我找你是因为我知道你不讨厌我，你想我来找你。如果你和你妈认为的一样，我就是那种人，我不可能纠缠你，我没那么贱。说实话，说你讨厌我，说你不想见我。再说一遍，我们俩这辈子都没关系，没任何联系。我说过，你来找我，我是很高兴，我也愿意跟你做朋友。可你总在强迫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。我们怎么做朋友？不是我不在乎这份友谊，是你再不珍惜，你再破坏它。直说吧，那你要我怎么做，才不是强逼你？真想回家三九。你还是去。你明明知道回不去。要不你就做我的女朋友，要不咱们什么关系都不是。就像你说的，再一个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。怎么样啊？说清楚。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自己说的，不再见面了，不再联系了，就按着你说的办。是去吧，说了我送你回家。走吧，姑奶奶，送你回家，那考试来得及，但甚至什么都来不及。走走走走。
走吧。叶青去了，阿姨，阿姨，大头，怎么了？阿姨，出事了，雷雷把叶青绑架了，警察都在通缉他。什么？哎，阿姨，雷子，雷子，哎呀，不是闹大吗？警察真逮咱，警察找不着这儿，怎么找不着？迟早的事儿，你就这。这犯法，说话你真怕你，滚蛋！啊，滚蛋！就差明天一天，考试就考。你这样做不后悔吗？扯淡。你不恨我？我恨得着你？我真不明白了，你不笨也不傻，为什么做事就这么冲动呢？你这样做能解决问题吗？你现在就可以走。我走了你怎么办？我妈现在肯定报警。有什么关系吗？我在你眼里不就是流氓混混小痞子吗？我正义你看。我有这么说过吗？你自己自暴自弃还怪别人。这可是荒郊野外。这么等得等到什么时候？我们自己也得想想办法。别着急，民警同志不是说了正在找吗？我们不能光指望他们，我们自己也得去找。你有线索吗？我们去找他那些狐朋狗友，还有他父母。这深更半夜的，你到哪儿去找啊？不成不成，你就知道这不成那不成的，那你倒是想想办法呀。再这么拖下去，那个小流氓
坏了咱们家女儿可怎么办？静静还那么小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她要是碰上个三长两短的，她这辈子可怎么活？都怪我。咱们去他们家，去找他父母要人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